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感觉还蛮有文化的。说真的，就是在聊起来的时候觉得他有东西，而不是说华而不实的感觉。他是一个很 nice 的客人，很有礼貌，超有礼貌的。然后他每次买完会回去就说再见，然后我说哦，我好像被电到一样。讲话很慢，动作很慢，体力很好。我是温暖，我来自法国，我在台湾已经七年了。那这七年带给我很多好的事情，真的发现台湾的人民的热情。可是最重要的是，我在台湾找到我的老婆，然后也找到我第二个家庭。计划书的这个档案，就是我们决定要结婚的时候，为了怕台湾的父母亲觉得，我要嫁给一个老外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不放心啊，所以我们要告诉父母亲说，其实我们真的决定，要走到结婚的这个阶段，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就是企划书，然后要跟我们父母亲做一个说明，这样子。我在台湾参加过的婚礼比在法国还多，就是朋友啊、同事啊，可是我都不是主角，所以我不知道背后要做什么。所以我们做这个简报的时候，就他 Sherry 让我了解我到底就是台湾的传统的婚礼是什么，然后当一个台湾有什么有什么礼仪啊，有什么要注意什么。这关叫千里姻缘一线牵，你要抽取你的姻缘线，来来来，随便选一条，选一条。你要吃苦茶 ，bitter，yeah， 好专业 ，very delicious， 哇 ，good，good drink。再一包，他本来想说他只是去当新郎的，很多项目是慢慢加进来的。对，比如说我们以前是说不拍照，不拍结婚照，可是后因为他以前觉得说，干嘛要拍结婚照？他觉得那是世俗的眼光，然后他觉得他就是结婚娶他一个喜欢的人，然后后来结婚照也拍了，然后他以前也不想请客，他觉得说为什么他要站在台上？给人家就是看这样子，就他的意思是说，我本来不想结婚，可是后来就还是结婚了，就是因为他，因为找到对的人，就愿意改变一些不想本来就很坚持的地方。遇到了对的人，让魏一博放弃不婚主义，他从一个过客变成了台湾女婿，而这个决定除了带给他一段美好的姻缘。便让他多了一个新的家庭。以后戴球网要挑高，年纪太高了。等我戴花材，我再买新房子，我一定会量身定做。我自己卖房子的时候，打开一点啦。什么动作都是斯文的。好，做一个洞在中间，然后把蛋打，把它。我今天是助理，今天有厨师，有老师，有正厨。就是法国很简单的，可是蛮流行的一个材料，是叫可丽饼。你们也在台湾，在夜市也可以。买得到也可以吃得到，可是我们因为可能是面粉不一样，还有成分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口感不太一样，
像在夜市可以买得到的可丽饼是脆脆的，那我们做的是比较软，而且你们的加的料也不太一样，而且你们喜欢带走，你们喜欢很快的吃完就把它带走吃，我们不会这样子，我们会在餐厅吃饭，然后再把它在盘子里面切一切，这样吃慢慢吃。岳母和女婿在厨房里一起忙碌，是台湾家庭里不常见的画面，而这一家人却习以为常，食物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之一。其实我们家就米饭吃很重，就米啊饭啊，可是对Ben来说，他们的主食就是法国面包。然后一开始我妈妈她会觉得说，Ben来的时候会不会家里的东西吃不习惯，所以她就开始买法国面包，可是一开始不知道怎么料理给他吃。就后来有几次就是我妈妈也去跟法国妈妈请教过，就自从我妈去了一次法国回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家从来法国面包都不间断，就是每天早餐有法国面包，然后午餐有法国，就是否他啦，对，就是要让他也在台湾住的习惯这样子。那可是其实 Ben 他对妈妈的就是台菜也不挑，就是妈妈煮什么基本上他也不忌口，可是他很想吃茄子，然后我妈妈就会每次来就是都有茄子，然后还会做茄子变化的料理，有皮的、去皮的、蒸的，什么都有。对。先让，可以用卫生纸先把它擦起来。当举止斯文优雅的魏一博遇上传统家庭主妇的岳母。两人时常在厨房里实验各种料理，分享多元的饮食文化。热情台菜与温柔法式料理的融合，可以说是这个家庭的最佳写照。阿婷啊，可丽饼，好漂亮，可丽饼哦，好大一块哦。这个是果酱，覆盘子的果酱。然后这个是黑醋栗，这个是芝麻酱，因为法国没有芝麻酱这个东西，所以这样我们用法国口味跟台湾口味。第一次做的芝麻可丽饼。卷起来或者折起来装都 OK。不错。什么？很不错。就感觉跟在自己的家一样，就第二个爸爸妈妈。然后我法国也没有妹妹，我有两个弟弟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我有两个弟弟，也有两个妹妹。说起这个家中的新成员。太太娘家一家人个个是赞不绝口，很满意啊，就像多了一个儿子，甚至比感觉到比多一个儿子还好。对姐姐非常的有耐心，非常非常，所以就想说，还好姐姐嫁了一个外国，就是她还蛮体贴，然后有礼貌的，然后也愿意就是跟我们分享家庭活动。现在就是每一个礼拜他没回来，我也会去他那边。一个礼拜要碰面有两三次，所以都现在就不觉得说，就好像自己的儿子真的是一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没有什么距离的，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的。现在可以说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。以前会考虑说他会不会习惯，那现在都不用了。想说什么就说了。在他们的互动中，除了坦率与热情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关怀。去年在机场送别即将返回法国的亲家时，岳母还因为心疼 Ben 而当场和他相拥而泣。因为我以前在家里要出外的时候，那妈妈来送我，我要坐游览车上来台北的时候，那个心情真的是不会去讲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应该是那种心情的，然后我就觉得说，我知道你了。
我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他，然后看他们这样，父母这样要回去说坦白啦。像我的话，我女儿要这样离我出去的话，我心里会一样很心疼，真的是好像说哇，父母亲要回去，我没办法陪他们回去，就我一个人在这里。可是我也想说没关系，你在这里可以，我也会像父母亲这样的疼你。这样吗？其实我第一个很开心啊，然后第二个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蛮幸运的，就是我家人可以接受这个外国人，然后也这个外国人也降低很多我父母亲的担心，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跟我家人相处，然后让我自己在这段婚姻里面，我会觉得说，其实这样的异国恋情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只要你双方都真的想过了，也决定过了，其实你就试着去改变它跟融合它，我觉得我们算融合的还蛮不错。彼此的体贴与努力，让这段异国恋情不只是一段浪漫故事，更让他们真正成为感情融洽的一家人。除了融入台湾家庭，魏一博也渐渐融入台湾生活，人亲土也亲。我到台湾的时候，我是住宁夏夜市附近，然后我到师大夜市，然后到这边通化夜市，然后来现在还住师大夜市附近，我都蛮喜欢的，就是跟大国很不一样，就是一整天都就是很热闹的地方。你要叫什么？好玩，这次好玩啊！不怎么样啊。是好玩啊！我要这次。我帮你拿那个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啊！再次！来，这个七点半抽奖啊！好，恭喜韩泰林兄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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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！10块钱就得到了，好开心！开心哦，超棒的呀！我不是很爱玩这个，他比我晚了，结果今天表现不错啊！赞！平常要夹比较久才会夹到，今天命中目标哎！你好，好久不见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对，你也可以讲，你也可以讲，光腐败一定要，今天要特帮你介绍大黄瓜，好吃，还有要不要你吃吗？大黄瓜。我吃啊，我没有吃。萝卜、白萝卜，还有像蔬菜类、海带、木耳、青菜，他都喜欢。他属于比较吃养生的，他说在制品他比较不喜欢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有养生概念的。等一下，今天有特别新两个蔬菜啊。我也蛮喜欢吃南瓜，可是我之前它是那个东势，我们那个台湾之前有吗？好吃，它吃起来的南瓜的。之前你们有吗？之前没有卖。哦，对啊。对对。第一次看到。知道你要来，这个也是，赶快增加菜色。因为我知道他喜欢吃养生类的东西，所以他来的话，我们都会跟他介绍。只要有新产品，我都会跟他介绍。哎，现在不错，他都会尝试看看。现在是等于朋友的类型。对对对。然后有时候来聊一下，我们在忙就打个招呼这样。你干嘛感动了？我感冒了。在台湾居然有遇到这么好的人，难怪。谢谢。他是一个很 nice 的客人，很有礼貌，超有礼貌的。然后他每次买完会回去就说再见。我好像被电到一样。为什么我爱台湾？是因为台湾人很热情，对外国人来说就很友好，很乐意帮我们。就外国人，就看外国人可能迷路啊，或者可能在就有困难表达什么东西啊，就是他们会想帮忙啊。现在表36分，哦，等一下我们20分钟之后，
我会回来换组。来，第一班，就那个帆船的。在生活中处处感受到的温暖，让威一博萌生回馈的心。爱好运动的他主动报名参加了义勇救生队的救生员培训。我们在学快艇，然后帆艇浮艇，就把那个快艇翻过来，然后再把它浮回去。这个他没有做过了，因为之前我们只有马达的那个快艇，所以这是第一次做。最难是记住这些动作，对，因为这个我们虽然看起来在玩水，可是我们要记住，这个是有可能我们在河边或者在海边的时候会用到救人的一些动作，所以你要很小心。对，参加真的对我来说有好处，我可以训练我的体力，那也可以对台湾人也有一点的回馈，很大的收获是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包括同学还有教练，一直到现在，就像我台湾的最好的朋友就是在这里认识的。就是在这边训练，不管是不是外国人啊，其实我们都视同都是一样的，然后感情都会很好。因为其实我们蛮要求是态度的问题，因为整个受训是要很严谨，然后如果你整个态度是很轻浮，那其实我们教练看在眼里也会觉得很不舒服，所以其实他蛮清楚知道我们教练想要是什么东西，我觉得是这点，对，就蛮好的。如果说一般像我们这样担任，就是说志工方面的话，第一个就是你的服务热忱，那其实一些技能你后续你再精进那都 OK。他人和二职，他就是他在学习上非常有热忱，而且他很乐于分享。哦，像他之前他可能有接触过一些自由潜水，对，然后他也乐于在我们潜水课程跟大家分享说他之前接触过这些东西。很享受，因为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所以那个这些动作不是每个人自己在学，然后就这样，就是我们是一起辛苦的，一起辛苦一个月，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救生员。啊，所以总共啊骑乘两趟。一趟来回是20公里，两趟是40公里。除了结合个人兴趣投身公益，威一博也积极参与各种运动赛事。今年他第三次参加铁人三项比赛，内容包括游泳、自行车和马拉松三个项目。2011学年度全国铁人三项锦标赛开幕典礼，典礼开始。每次比赛，岳父母一家人也会出动来为他加油，提供心理和身体的最佳补给。爸爸妈妈，我有准备什么特别的道具？道具有，道具没有，有准备，一定要准备香蕉的。他每次会准备香蕉给我吃，可能有限制，因为补充体力。先给吃一根。接下来我们感谢我们里面的两位贵宾嘛，还有我们的那个主持人，跟我们主持人一起，我们非常支持支持的两位贵宾。可能没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就是感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。在加油队伍中却不见太太徐千纯的身影，原来她是这次运动赛事的工作人员，必须守在自己的岗位上。今天我们是负责整个赛事的媒体接待处，然后就会协助各个环节的一些，比如说带媒体去采访啊，还有三十
十秒一些服务工作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你究竟有没有办法帮助家人？对，因为我们是工作人员，那可是看到他还是会帮他欢呼个两声这样。其实今天9月23号是他去年求婚，然后今天刚好满一周年。对，因为他去年的今天就是在我工作的时候，然后他刚好跑回终点线，然后他就跟我求婚。其实今天的日子还蛮特别的。接下来我们请编号826号到910号头戴红加白泳帽的选手哦，请到浮动码头赛场集结。11号、31号选手、107号选手，恭喜您，往前。铁人，我是去年4月份开始参加，那总共可能参加6、7场比赛，目标是完成，然后可是最重要的目标是享受这个过程，然后发挥自己的体力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手，我不是精英者，可是我还是可以享受这三个运动。那我蛮喜欢的，在铁人三项，我蛮喜欢的就是。我们要换运动，然后每一项运动都有要用不同的肌肉。那游泳其实最主要是呼吸，还有前臂，脚踏车就是最主要是大腿，然后跑步就是小腿。所以不能在某一个项目太快，不然就没有办法完成，或者可以完成，可是会很辛苦。最大的挑战也是。心里就是要自己认为可以完成才可以完成，对，如果自己放弃就没办法。我个人我不会太想终点站，我就是慢慢来，就是不要想太远，可是主要是对自己的比赛。对，到3个小时，第一次。对对对，帮我们拍照。第一次跑3个小时以下，很开心。今天是对我来说是很特别的日子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是我法国爸爸的生日，给爸爸生日快乐。然后第二个是求婚的第一周年。去年在这里就向 Jerry 求婚。然后他回答 yes。对魏一博而言，在台湾生活仿佛就像这一场铁人三项比赛，只要忠于自己，努力付出，真心的面对每一场际遇，在自己的人生中就是最大的赢家。